除了槟城，霹雳同样发生重型车辆意外，一辆三吨萝莉追尾撞上了拖个萝莉，三吨萝莉的司机双腿骨折，手部受轻伤，南北大道交通也严重堵塞，造成了2公里的车龙。交通事故呢，今早8点发生在南北大道靠近打巴的北向车道。20名消拯员到场施救，发现在送电商平台货物的萝莉车头毁不成形。30岁印裔司机夹在车内，当局使用液压工具拉开车头，司机才脱困。伤者已经送到怡保中央医院治疗。